ごめんね、スミス。あ、逃げる。で、サーチ逃げる。あ、海入れた。你有温强他们账号吗？去打一趟起啊！你没有，你懂个？哎，不对啊！啊，为什么你们都还活着？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啊！我有超人。给你啊！就我一个，就我一个在。不小心。酸你你啊！然后你懂诶。操鸡巴诶！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没事，干你娘！明仔再去洗啊！房子上吧，楼上吧。欸、好了，我要出去开房。你好，我要遮草啊！你。哎、欸，没啊。下来，下来。哇、哦，可以跑车呢！我看到这个摩托车，也像蹦蹦呢。他蹦啊洗啊！哇，弟弟可以啊！嗯。呀。我不要这个呀！哇！跑车都爱死！还好我没跑车。看，好想睡觉。你想睡觉了？真的了，我先跳出去了。等下先开房。不用走哎。明天有一堆实习课。还没安安。还没安安，你要等一根。等你一根呐、啊。等一下啊。你们累个吗？看起来会累个吗？会往或者不清楚，会吗？会吗？会吗？安安，好帅啊，跑车哎、欸！看起来被累的，我看一下。Hello 哈！嗨嗨嗨！你看起来会累的吗？看一下啊，好像还可以。嗯，小，你跟着发给他一下。
그리고 我讲话没声音，真的假的？没开啊，看一下。我视讯有声音吗？那个直播有声音吗？Hello, 直播有声音吗？直播有声音吗？哦，原来在听直播的哈，奇怪，游戏哥哥，我先跳出去哦。您刚开房了。等一下，你刚上了。好，我先进去啊。房号464，密码多少？可以加好友啊，你直接申请，密码069。你可以帮忙宣传一下，来直播。有，宣传一下啊！等一下啊，宣传一下，那应该会有人来，等一下，稍等各位。可以帮接群组。贴一下，等一下。好，
想到就开，想到就开，我想说都没人了，十三个人，还有没有人可以玩？还是大家明天都上课？大家明天都上课是吗？还有没有人啊？出来。还要邀请人家一起开玩哦，有六人啊，现在五个人在看，我不是你跟，也是找他一起玩的，我跟根根有不时候会玩，不一定会玩，想玩就玩，所以应该订阅一下，想玩就玩，七个人啊，快用根根的频道开好了，少的可怜。七个人不一定，就是玩一下，就一起玩一下。几点关不一定，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下次应该开久一点，因为可能明天大家要上课，已经十一点了，有些人已经睡觉了。嗨嗨，牙术神，你要打 LOS 吗？牙术神，六个人，大家可以订阅一下。娘娘，还可以加个好友哦。玩完就玩，想说都没有人看，我就没有动力开播。找你跟一起玩，这样子大家应该会比较会想要一起。还没有人帮忙邀，现在就27个人呢、欸，人超少的、欸。大家都睡觉了，快邀朋友进来。然后牙术神就打了，什么排位？七个人，感谢感谢，还有没有人来帮忙邀一下哦？只有七个人呢，人真的少的可以。都邀都邀，11:10开始，再十分钟，大家快点帮忙邀。快点帮忙邀，银牌没关系，银牌很厉害。还是我玩传说对决，在车上不打。有玩传说对决吗？还是玩王者荣耀之类的？那个也蛮好玩的。还是玩决战平安京？没什么人呢。嘟嘟，听什么歌呢？有没有人？没有是，没关系啊，我跟你讲，11个人了、欸，快点快点，我们这里我开房间给你们看好了，房间号码，房间密码069，房号464，你们赶快进来，还没进来的，快进呢，卡紧呢，还有没有人啊？快点哦！我找一下音乐。今年跨年想去找根根啊，让根根也开他频道开播，好不好？跟大家一起玩，可以露脸看根根。我支持英雄联盟。有没有什么音乐？12个人啊，快点快点，很多人。好吧。
赖大春。等一下，有没有人啊？有人无？四个人，快点按订阅！他们要玩的，41个人，快点！来哟来哟！房间号码464，密码069，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有没有人呢？41个人，还有没有？一战原野，我下面一个叫实况组泥根，现在这首吗？我看一下 ，Save Me 啊 ，S A V E M E。Save Me。对啊，娱乐场啊，但不是比赛，粉丝团开的那才是比赛，就是一般娱乐，娱乐一下，娱乐一下。来，好，先订阅一下，不定时都会开。快到几点不一定，就是玩一下，因为比较晚，我想说就是看累积一下。订阅又之后就是下礼拜或者不定时就会找泥根或者我们就不定时开直播这样子，大家一起玩。快点哦，47个了，快点！哦，管管也来了，思琪管管也来了，11点10分开局，11点10分。10点10分开局，哇塞，好多人哦！哇，管管也来了，好刺激啊！剩5分钟，赶快！好啊，快点哦，进哦！Coming！跟椅子没有，我很烂，我超级烂，有没有人？来邀起来，邀起来！等一下音乐会关小声，你野猪就可以开那个。嘿，苏文安安，苏文安安，没有，大家都是平凡人，就是因为你跟人观念比较好，所以他常可以吃鸡。那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进来一起玩啦、啊。无茶绿，来都进来。好，谁没加好友跟订阅的，就是可以订阅一下跟看一下直播，跟。之后就不定时上一起玩。来哦，快闪玩一下哦。恭喜！哦吼，
哎，你是我安安，是你是不是？安安。朱文安安。等一下啊。Hello, hello。给出租。但我好多人要换位置。来，你跟看你被你跟看一下语音啊，对不对？往下滑看一下有谁。这是谁？阿森小熊熊。红茶。娘娘跟文迪。彩彩哦，彩彩。安琪。钢枪。花人。奶油。哇，现在多很多人，吉郎达令。云斯顿。我也不会打你，不会打你。最近应该会开始就是开台跟一起做影片吧，就是因为你跟爷比较忙，就是可以找你跟一起玩，看他有没有空，我就找他又跟大家一起玩开台之类的。那你们应该都看猪肉龙的吧？我就是我可以问他，找他跟他一起玩吧，就是对啊。一起玩，就差不多了。鹰九喵，你们看那个最近老跟老鹰比吗？蛮好笑的。来了来了，62个人了，就比较晚开啦，所以人也比较人比较少，而且没有做一些宣传，就想到想说，哎、欸，那开一下好。哎、欸，还没，加油加油，现在当肥掉的。当分母，就想说，哎、欸，突然心血来潮来开一下，不然应该是可以先提前公布，要宣传一下时间，因为今天野猪也在外面忙比较晚，所以想说，哎、欸，心血来潮开一下，明天要、喔、看状况晚上，你就先订阅我有空就会开，因为我怕我开了就没有人看，你知道吗？21个，因为就你们是看到尼根的那个社群才进来的吗？还是怎么进来的？因为我的频道应该还很难搜寻到啊，除非有订之前宣传有订阅的。23个，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各位。喂，有声音吗？喂，那还没配？什么声音啊？你看，你看，你有声音吗？喂，你有声音吗？别哭哎！你有声音吗？不好意思，这是我哎。对，安安。你看，你看，你跟表示没有吗？那你跟胡乱我，你跟你们开麦，你跟你们开麦，根根真的出来了，根根是在忙没开麦。嗯，你现在前面那一个很，你们听到你们。还是我这个做直播听得到声音，以后手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是不是没声音？有没有声音啊？你应该有声音。还好吗，各位？我叫小贺。叫小贺。叫哪里啊，各位？都可以啊，跳哪里？跳哪里？哪里？主队听不到我声音。
现在听得到吗？为什么组成的、啊？组成？你不敢的啊？你敢啊？真的？欸、你哥怎么声音啊？变你哥有声音吗？你哥，看。有没有声音？哎、欸，哥哥，喂喂喂，我问他一下。哦，没办法说话。哦，您跟在忙，没有声音啊？他不是没听到好吗？还没。对，我要打字，可是他应该，哎、欸，他应该是有听到我声音，可是我讲话，他应该没办法讲话，可惜，好不好？他现在在那里没办法，我可以玩。笑死，就有听到。哎、欸，不是吧？马上就有车哦。我觉得要开小一点。啊，收了，收了。你不要欺负人哦！哎、欸，不是啦，不是我拿到八倍镜，可是你唔通安尼啊？跟你跟打对啊？不是我开门怎么在下面？没有人，你吓死！等一下，这个好像是界面。然后是重挑。要八倍镜。啊！你跟那杀，你跟那杀。看到了，相连的。叫我改那个步子，还是原本的比较好按。都差不多就可以进行摘车。这有八倍，你要不要？等一下，给你八倍。这是四倍好用，八倍的太近了。
你也死太快了吧？你果然，你也是很会死。你是蛮会的，没关系，你就关站。没关系啊，只要去下一场，你就关站啊。39个，38个。都没人呢，不可以。那是你亲弟弟吗？哪里有人哦？影子真厉害。我也再装逼一下。啊，不是，落地成盒。因为我刚给他八倍镜，他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好强！有人看台，如果他愿意看台来杀也是可以啦，就是因为我台也是没什么人，他愿意看台来杀也，我也是蛮感谢他的。刚一根就可以秀他的绝技了是吗？都没人是不是？都没有人欸，寡妇村的假车库还没怎么讲出来了，你看，来啦，在这里啦，这里没水管，还主秀，所以我可以早点就是死掉这样子，要看台主秀。不过看你跟这个狙击都狙很准。那人有这么少吗？有没有人也可以来让野猪秀一下？可以搞水管狂，别打你弟弟，不会啦，你弟弟这么强，怎么会敢打你弟弟？然后毛打死人了，那里是有人是不是？哦。Thank you.
可是应该要一个瞄准的。你们有想找你这个单挑吗？我来了，看台来了是不是？可怕，你今天应该要早点睡觉，上床睡觉，太可怕了。还都没人来，你们来到这边走是吗？没有人，那我弟弟，你弟在前面吗？是他吗？走掉，走掉，走了，走了。会，我会常打，可是你们要希望有人看，一两个人都没有人看，我会很尴尬。常打就会抢了，是吗？来，你们点包，你们点包。Go。没个人过，真不是很强，因为你们要
多多教一下 YouTube。谢谢小峰。没有人去捡空投。嗨嗨。嘿嘿。舒服。如果你可以教我啊，你最快落地几秒成盒的，破一下你最快记录，是不是？游戏还没开始之前就成盒，移动式神主牌，都没人。打野，我靠！这样就开始杀人了，太强了吧！我去找根根好了，就是三秒算快吗？现在还有人更快成盒了。你们是看着直播来，哦、靠杯哦，靠腰哦，你们真是很靠杯，干，是你跟哦，你跟哦，笑死，你跟哦，你跟，我们赶紧出来，我不应该跟他的，我传到了苏文，我不应该跟他的，好猛哦，不要靠腰。哎呦，苏文躺了，根根也躺了。这个傻傻，哇，这个蛮屌的，你根就这样躺了，嘿嗨。今天就当躺掉了，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没有，我太累了，不准没专心吧？可能我太累了，不然还跟根躺了，哭哭，没事。看看，嗯，傻眼，居然死去了。来看一下你要怎么玩。你那个。那个操作真的是很顺的，哎呀，死得太惨了，真的。Oh my god！ 你看呢？嗯，快，我们赶快下一把。
这边。哦，好眼力耶！希望第一名是指甲的，是谁？你觉得谁能第一名？你说说。哎呦！哎呦哎哎！哎呦，是他射的吗？不是，是柯基他朋友射的，好快哦！超强欸，真是有速度。哦，真的要休息。下礼拜再找时间开跑一下。你们是来太晚了。对呀喂。黄子。看一下有没有。离了他们会第一把。下一把还有那个荒野战将，应该是最后一把了吧？不知道有没有人积分重复的。爱醉安安，希望开屏，可以啊，平时可以开啊，可是希望有人来看，有可能在比较多人看的时候。比较好找尼哥一起玩，不然开房就是没有人，没有满人，会比较无聊一点。或者有时候用尼哥的频道开吧，那个就是一下就满人了。有人啊，哦，这个色，这个色。哦，谢谢订阅，谢谢夜神黄宇订阅，大家都免费准出生没下雨，你这蛮厉害的柯基，不用看过他名字，他是不是有在荒野行动直那个粉丝团直播的时候有来过，觉得有点熟悉，血塞血塞。看11个人观战柯基耶，送个礼物好了。礼物啊！谁第一名啊？柯基哦，看好强哦！很恐怖，淋雨荒野，帅哦！看一下那个谁，
你可以休息了。你跟他明天要上班，我明天要上班，跟你跟那里有点不方便讲话，改天再跟他一起玩。我来玩一场。还有谁？你们可以再邀一个看你们。把雷暴你，把雷暴你们。你要成河了吗？你怎么知道成河？你不是最快落地成功的？我听不到演出的声音，听不到。没人听直播。游戏声音很小吗？等一下开始听听看吧。玩那个。听不到了。听不到。那个啦，那个。根根休息，我跟你打一下。现在很小声吗？现在还很小声吗？有声音吗？不行，很小声。我就把声音开到最大了。完了，等一下，等等，还是怎么会这样呢？你离麦克风近一点。有声不？有没有声？很小声啊，太小声了。等一下，麦克风。嗯，看看啊、哦。麦克风。什么麦克风的掌声？你直播声音可以，可是游戏声音真的有点小。不是有点小，是非常小。超级小。我可能找到你的声音。音效舒服。直播有延迟啊。有啊，有延迟。对啊，延迟很久哎、欸。好啦，我改，等下不用改，算了。我很努力的在听着声音。现在呢？现在有大声一点吗？好像不行。怎么？猪！不是我聪明吗？你知道我会先死哎、欸！猪啊！等等，观摩会比较大声。看这里很多人、欸，我这里没有人。算了。一号已崩溃。我的。一号已崩溃。队友虽然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有时候还是。好了，我再研究一下那个。那直播有队友的声音吗？有，很大声。很大声，是不是？小声一点，还听得到。我还在，我在这里还听得到我的回音呢。好了，这个我再研究一下。听到自己讲话有点害羞。害羞个屁哦、喔！害羞个屁！朋友有一只声音。我再研究一下好不好？是这个吗？对啊，这台最大了。小声个毛啊！靠！我叫刘星。已经到啦，你在那边。干！没气哦。那我现在、哎、我现在骂你们，应该都听到了。有那个叭叭叭叭叭的声音，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叭叭叭叭。你是不是听不到声音？我。是吧？是不是听不到了？你说、啊。哎、欸，不行，我刚打游戏会分心，因为要听野猪的声音。不用了，我的声音不重要啊。
再大声一点点点点点点。我的声音不重要。点点点点点。点点。我的声音很重要吗？对，我的声音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你现在是有听到我声音吗？对啊。哦，有有这样有大声一点。啊啊啊啊！靠，别有声死掉。哦有有这个这个啊啊啊啊有声音。你看你告诉我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有这个夜深人静了、這個、我觉得还不够大可以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可以再大声一点可以再大一点没关系你可以把隔壁邻居吵醒天哪、啊、你明天要不要上课啊还是不用上课就听不到了啦！哦，你们明天不用上课是？听不到了，我要上课啊！我都这么晚睡，醒的爬得起来是？爬得起来吗？听不到。爬得起来吗？刚对话我会害怕，你们就什么都没听到，还可以聊天。我爬得起来啊！三点睡也不是问题。你们现在是大学生吗？还是高中生啊？我高中。对，上课睡觉，好聪明。哎、欸，我没有偷睡，我都正大光明的睡。你们是念台北的吗？还是哪里的人呢、啊？我很努力。是哪是努力的还没听不到是？哎、欸，你说还没听得到吗？这句话好像有听到一点。哎呦，这关键字，那个重听啊。你的名字是关键字。嗯，选择性听不到。可以。哎，谁？谁啦？靠背啊！丢人哦！他说没想到人啊，都唔是人，靠腰。野猪回来，一号在找你呢。打了、欸。有人要三级头吗？我叫着五只。好了，我觉得现在直播没人看，我可以先关播了。为什么这个地图的贩卖机不能买东西？好、啊，现在直播没人了，关播好了，改天再一起看。靠腰杀人了。